闭口闪电一使用方法，首先连接好电源，开机，选择屏幕开始键，点击上升，等待仪器升压臂上升。升压臂上升之后，拿出油杯准备样品，观察油杯，把油样倒到刻度线处。倒到刻度线之后，然后放入到仪器里。放入仪器之后，设置预制闪点。点击开始实验。机器自动检测。检测成功之后，自动打印结果，这边自动给你提示，自动打印。快乐玩狗 ，UP 主多爱用。